老板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别管。哇，好多钱！老板，你这是在考验我吗？好好站你的岗，我自有妙用。你们这人素质怎么这么差呢？一垃圾你也不知道捡一下。看什么看？是你的吗？啊，不是你的，看什么看？好好站岗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的鞋子，我的鞋子！你个臭宝啊啊！怎么不看呀？呀，没见过大美女的大长腿吧？啊！鞋带掉了，不知道吗？你见过美女系鞋带吗？臭宝啊！不是你们什么档次啊？跟我海归出来一块面试啊？哎呦，啊、我怕我说出来吓死你！我哈佛，哈尔滨佛学院。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我可是博士后。小咖，你们好，你们也是来面试的吧？哎呦，这哪来的小卡拉蜜啊？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哦，我家里蹲大学。什么阿妈？真的是笑死人。哎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干嘛呀？哎老板，老板，介绍一下啊，这司徒就是今天来面试的，不是老板，你就是老板，哎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老板，别来这一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啊是靠实力说话的，来，拿着，哎呀，拿着，你们是过来面试的是吧？走，给我进办公室。好好。哎，在我办公室这是干嘛呢？你们来我公司面试，是不是应该知道今天的面试题目啊？我今天早上来面试的时候，我在楼下捡到了10000块钱，应该是咱们同事掉的吧？其实啊，这个是我测试给你们的，我一共丢了40000块钱，只有你把这个钱给我送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吧，我决定啊，咱们公司这个服装设计总监的位置啊，就交给你来做，好不好？我能行吗，老板？可以的，要相信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啊，他一个家里蹲的，我们这还高材生一个个在这后面排着队呢，你还好意思说你是高材生啊？嗯，是谁呀？哈佛。早上我把钱扔到地下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都捡了？一人捡了10000吧？我刚刚见钱眼开，谁跟钱过意不去啊？这时代不就是挣钱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是注重人品的，知不知道？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人品才分36等。我觉得你们的人品啊，不适合留在我们公司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从哪里游来的？再从哪里游过去吧。就你这小，别后悔。这跟你家里多。你这破公司，我们也不乐意待。我也不欢迎你，老板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这个服装设计总监的位置一直都空缺，但是我觉得呢，人品是第一的，对不对？我看你的人品这么好，而且对咱们公司这个裤子啊介绍的特别详细，特别了解，我相信啊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这样吧，把你的所学在咱们公司发光发热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老板，我看好你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加油努力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咱们公司所有的设计方案都交给你来负责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加油，加油。